今晚又是不平静的一晚。柯姐不是盖的哦。LING 姐晚上好，小生姐晚上好，景涵玉涵姐晚上好，小玉姐晚上好，中伟哥晚上好，花田一路晚上好，冠良哥晚上好，荣荣姐晚上好，线上柯姐大家晚上好。柯姐，这个灯光就是带点恐怖的气氛。今天晚上又带你们来 special 一下。可姐，帮我回想一下，敏春哥晚上好，圆圆姐晚上好，妙妙姐晚上好 ，Kevin 哥晚上好，何龙哥晚上好，玉文姐晚上好，陈燕哥晚上好，陈哥姐晚上好，好 ，Pauline 姐晚上好 ，Amundi 姐晚上好，幼鱼姐晚上好，哥姐林子姐晚上好，现在哥姐在晚上好，没有打招呼的哥姐拍谁好，林纯青姐晚上好，佩玲姐晚上好，哥姐，今天这个地方，他这边发生过一起血淋淋的血案。那哥姐超伟大，忘记打独家了。这个地方很少人，没有人来拍过，我忘记打独家了。我叫 Apple 帮我改一下。对，叫 Apple 帮我改一下。哥姐，这边是手探哦。欸，为什么无法通话？哥姐，再帮我分享一下，这独家。为什么无法通话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在不在？不在吗？怎么？哥姐，我手机怪怪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哥姐，大家晚上好，没有打招呼，哥姐拍谁？安姐姐姐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王恩姐晚上好，没有可姐晚上好。Mary 姐晚上好，志斌哥晚上好，黄红姐晚上好，志强哥晚上好，小梅姐晚上好。哒哒哒嘟哩啊嘟哩啊哩哩，就这点啦哩。哎，看他不接电话，越来越大尾啦。我操，真的不接。哥姐，今天晚上独家。喂，你帮我把那个直播标题前面刮胡独家，我忘记改了。这个今天这个点非常的紧张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哥姐，我在讲故事。找一下位置，有没有位置？线上的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再麻烦帮小七公开分享这边直播。好，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小君姐晚上好，小月姐晚上好，嘉宾哥晚上好。秀梅姐晚上好，思思姐晚上好，Velvet 姐晚上好，哥姐大家晚上好，哥姐超伟大，你们名字好难念啊，哥姐不是考验我的英文智商，不是盖的哦。好，线上的哥姐，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这边直播。对，今天很冷啊，我这边超冷的呢，真的，这边真的很冷，今天晚上非常的冷，哥姐没有注意保暖呀，哥姐如果你没有注意保暖也没关系，哥姐。那记得要跟小心买暖暖包，不是我说，我是说了，哥姐，我紧塞板，对不对？还没开不是公司，那么挤在塞了。好，大家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前天有没有跟到小金那一场探险的哥姐？有跟到的打有，就是废弃的医院里面的钢琴声，娃娃在弹钢琴那一集。有跟到的哥姐打有，我又穿同样的衣服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讲。小鸡大前天的时候元气大伤啊！好，我拍摄完那一集之后，我有去找人家化解一下哦，因为我前几天有去拜四面佛嘛，然后前几天发生钢琴就是自己弹的那件事，小鸡又流鼻血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运势最近不太好，要去化解一下。我有去庙里找老师化解，你们知道老师跟我说什么吗？想知道他想，我先跟你们讲这故事，我昨天去找的。我昨天不是没开直播，我昨天去找，因为我昨天人整个时候不舒服，发烧。我昨天发烧呢，也没有到发烧，就38度啦，就是小发烧，就38度，37.8，三十七度了，讲错了，不是38度，37度，37.8，37度这样子，小发烧。哦，36.8，37度这样子啊，
干，我也是冷欸。好，37度，就是昨天体温一直维持在37度，然后结果我去找老师看的时候，老师说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抱着你老婆睡觉吗？我说对啊。哎，难道说是艾普的体温太高感染了我吗？难道说昨天我们在冰冰凉凉体温太高，我一直以为发烧吗？到底昨天、明天、明年的今天，到底艾普会不会再过一次母亲节呢？事情不得而知啊。可惜不要开玩笑，题外话啦。好，那我就去找老师。老师就凉凉凉啊，就一样老样子，凉凉凉。好，他就跟我讲一句，我跟你讲，他看到我第一眼啊，我去找他，看到我第一眼，他说：“你旁边怎么跟一个小女生？靠北啊，你们踹一蛋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带一个小女生来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自己来啊。”然后他就赶快把我拉进那个坛里面哦，就开始凉凉凉。他说：“你先不要讲话，凉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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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啊。讲完说，你是不是又去探险，去碰不该碰的东西？因为是老师有跟我讲，老师说你去探险，去这种走这阴间的路吼，你本来就是不要去碰东西哦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本来就是我是新主流的话，没办法。哦，他说我跟一个小女生回来啊，大概7、8岁，她穿着洋装啊，她穿了一个小洋装。哎呀，老师这样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靠腰那个是娃娃呢。我就说老师，我有去找那个娃娃呢。那个是娃娃的嘛？我说那个是不是洋装是白色的？他说对，白色的洋装。那娃娃呢？那边踹了一蛋。好，我去找老师处理一下，请那个小女生回到她原本的地方。好，可是因为我没有答应她说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就还好。如果答应的话，就要去做。看，吓死我了，超伟大！我一进去那个庙，我还没进到庙里哦。老师在外面看到我说：“你怎么带小女那个一个小女孩过来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自己来。”他说：“靠腰，踹了一蛋。”去处理一下啦，花了3600。哥姐，这个钱应该花的啦。哥姐3600啊，哥姐。啊，哥姐，就算小鸡元气大伤，该带给你们来探险，小鸡还是会保持承诺。再慢慢，哥姐帮我分享一下，我开始讲一下这边的故事了。这边其实算是蛮凶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今天晚上这一间呢是独家，没有直播台，没有探险台来拍过。哦，这个地方是独家，哦，没有直播台，没有探险台来拍过。哦，哥姐今天有跟到直播，哥姐有福了啦。哦，今天第一波带你们进去看。好，哦，那这边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其实我被吓到呢，因为我说真的，我探了那么多极限哦，我从来没有这么亲身经历。那个老师直接在门口说：“你怎么带一个小女生来？”干，你们吓死我！他说怎么穿一个洋装，靠腰，你们踹了一蛋。真的，我其实对灵界这种事情呢是尊敬的，以及敬畏之心去看待。但是我第一次被跟，不是被跟，他就是，对了，也算被跟了，超灵呆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那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不是跟到我回家？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不是跟他回家，然后我问那个老师，老师说：“那我回家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进来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那个小女生一直在你的车子那边等你。他就是在车子，因为他不能上车嘛，因为我车上有平安符嘛。他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小女生一直飘在我后面的那个后车尾翼那边飘，这样飘。然后开高速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那小女生就飘在后面飘很快。哎，你把小等我一下，你捏住一个三角给你，小等一下啦，靠腰啊！那小因为开高速路风比较大嘛，那小女生因为要飞很快，她脸都是这样子。小等我一下，你开太快了啦。哥姐，这种事情不要开玩笑。处理好了。昨天阿姐，咱讲一句无算遐个。今仔日手机台昨天阿姐来到啥物恐怖所在咧？敢来讲，我甲你讲真正有影个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每个月都会花这笔钱去跟老师收一下，处理一下冤亲债主，烧一下金银财宝，给我去探险而得罪的好兄弟，或者是处理一下我身边的一些冤亲债主。
所以每个月基本上一两个月去一次，花3600。哥姐，等一下可以帮我打3600加一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哥姐，恐怖的气氛要回来了。好，线上的所有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小鸡在这边没有办法一一打到招呼，请线上哥姐见谅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哥姐大家晚上好，我统一问好。哥姐，我说真的，今天小鸡带你们来这么恐怖的地方，这一间呢是算是一间豪宅，豪宅啦，算是一个民宅。那么它是一个两栋楼，它是一个门进来，对不对？它是两栋楼的。据说当时，据说当时一个兄弟买了各一栋楼在这边，他们打对台噻。哥哥买了右边，弟弟买了左边。哇，它外观真的很非常恐怖呢。然后一直，因为它这边长满了很多草跟树林，你知道吗？它完全因为长久，因为废弃了十几年了，长久都没有人整修过，所以它外面都布满了很多树林啊、杂草啊。我从外观看上去哈，全部都被埋没了，就是阳光很难照进来。好，所以这边阴气非常的重。好，话说回来了，它是两栋楼啦，它是分开的两栋楼。好，左边一栋，右边一栋，就是兄弟一人一间。好，那他们都是各自娶老婆了，在这边，好，各自立家为业啊，好，立成家立业啊，好，立家为业是还是一下。好，那忽然有一天呢，哥哥的老婆就跟弟弟，老山东娘的小鸡被他妈鸡巴毛，哥哥的老婆被弟弟他妈鸡巴毛，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七把毛，被哥哥撞见。那男人遇到这件事情，你敢那边做欧姑，动不了，一气之下跟这个弟弟大打出手，一不小心。哥哥竟然错手将弟弟给抬死，重重的抓弟弟的头去往墙上砰，弟弟的头阿达妈紧加恐怖的呀，直接变成肉泥。好，那哥哥跟弟弟呢发生这个这种憾事呢，其实全家人都非常的沮丧，那这个间凶房子呢就变成了凶宅。那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他这边两栋楼呢，我不知道哪一栋是哥哥，哪一栋是弟弟的，所以等一下这两栋楼我尽可能去拍，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收讯非常的不好，超回答。我进来的时候，真的这边今天的收讯真的不好，好，不是什么灵干扰，不是魔术灵啊，好，所以今天这些收讯非常不好，我尽量拍啦，再麻烦哥姐多担待一下。好，哥姐，今天这种被杀害的哥哥已经伏法了，好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栋。好，这个故事呢也是听网友说的，然后这个故事呢经过网友跟我讲，我在论述的，所以真实性呢小七不能跟你说是真是假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从外观这样看的确有点像是凶宅。哥姐事不宜迟，我带你们进去一探究竟，前进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，等忍耐一下，他妈有虫啊！哥姐，因为这边搜寻可能不太好，你们忍耐一下。好，我先带你们去看这一栋外观，它这边真的很阴森，而且今天又特别冷哦，寒气逼人的。好，找回它就是这一栋，它这一栋是第一栋，第二栋在那边。第二栋在那边，所以哥姐，我等一下会，然后他这一栋过去在另外一栋，另外一栋在过去有住人，所以我的灯要放暗低一点，不然会被发现。哥姐，你们看一下，他的房子的周围都已经被树荫所覆盖了，而且甚至是说，他的树啊都已经长到房子里面了，这是非常阴的一件事情啊。你看一下，很。非常的恐怖，哥姐，我们前进。这我是爬进来的，所以今天这一集有点不知道怎么带。我看一下怎么过去。啊，从这边过好了。
隔节可能会卡哈，要忍耐一下，真的，因为这边我中华跟台湾都不给力啊。哦，他这边有游泳池哎，操林带会不会在里面突然冒出一个莫名的人？他这个案子呢，已经发生十几年前了。阴风阵阵，阴风阵阵，阴气逼人啊！阴毛太长啊，哥姐，这真的是不寒而栗呢。因为这边是凶杀案哦，所以他这边的亡灵会比较，弟弟的魂魄会比较难过一点，不是难过了，就是比较有感觉一点。不是有感觉，他靠腰了，隔些稍微那什么有触感噻。我说会比较，今天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。其实隔些从这个外观一看哈，他其实你看，他地上都，他这边是他的大门嘛，他地上都已经长满了许多这什么东西，青花蛤噻。妈，这不是他妈我国小才会养的吗？妈的，国小的青花蛤养到人家房子前。哦，哥姐，因为他那边有住家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灯一眨打过去吼，他那边就看到了，所以我这边要开小灯。他大门被锁住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栋可不可以进呢、欸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进，我来开拍，靠我腰了。哦，哥姐，这一栋是独家，他窗户都已经生锁了，他还特别留一只这个刷子在这边。然后他在暗示我说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帮他刷一下窗户的意思啊。好、哦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好、哦，我现在没看到我在忙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现在有空吗？那其实三百。哦，哥姐们看到，这是他第二栋，有看到吗？你看他这边空了一栋，哎，跟真的是跟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哎，跟网友讲的一模一样。他这边空了一栋，然后这是他第二栋。那他这边这一栋有没有办法进去？这一栋有没有办法进去？我去看一下前门，没办法，他后面有没有办法？哥姐，我们来开他后门啊！你啊喂，哥姐，我们来开他后门，今天开后门，今天不回家来开你家的后门。好呀！哥姐会不会卡？我怕会卡呢，忍耐一下哦。我靠！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惜我们中头枪了。拍谁哦？来对五郎吗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怕压扁你啊。这不知道是哥哥的还是弟弟的，这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的。哇，你啊喂！哎、欸，这真的以前算是有钱的，后亚郎也受灾啊！哎、欸，这是爵士鼓呢，超灵呆！对，有没有道理？可是会不会卡？我怕会卡呢，会卡吗？因为我担心会卡，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个即兴演奏一下，让你们输下去。谁收信会不好，我就知道。妈的！来拍手，打扰一下哈，我今天来拍影片，拜托收信给我好一点。隔间会不会卡？不会卡是不是？还是说你们盖线我那一只太短？隔间，是有人出山吗？我为他隔绝在人家他妈这个地方不敲鼓不尊重啊！等一下又有人说不尊重了，太个显不尊重人家。
而且这栋家人以前发生过一些事情，搞不好已经打鼓了，你还在这边打鼓，不是触景伤情吗？你们真的是手多多呢，养乐多手多多，哇，看到他妈捡散板。哎，这隔天我们从这个门进来，对不对？他还知道来者吃客，请我吃棉花糖哎。哇，这棉花糖也是硬扣扣哎，哦，而且跟你安仔一样的，啊。哎，靠，那个窗帘怎么会飞啊？那可是没有窗户的呢。真的，我刚才看到那窗帘飞起来，我刚看那个是有窗户的呢。哇靠！还谁啊？我，哦，靠！要可惜没有了，不紧张，对不对？兄弟紧张，这好像是他们的客厅啊！废话，我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一下这个。周杰伦，盖世靠腰了，又是你他妈的！每次他妈我 FB 都被你洗版了，操灰搭啦哈！我就跟你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红了20几年，拜在你前妻，你讲不听嘛？我就跟你要自爱嘛！你看一下这个杰伦就成功了20几年，那不是盖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你。人不好好做，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吗？你看，你不是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你爱到自己的阴毛。你看到，你看一下，你跨就买起来了，不是公孙丑，你个盖世英雄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力宏，我跟你讲，你盖世英雄，我只能跟你说一句话，你不是盖的啊，真的，对不对 ？FB 被你洗版，对不对？他妈的，今天要去公投都我都忘记了，不是开玩笑嘞。帽子给我戴歪歪啊！你看一下，我就跟你讲，拍了我们堂家，你看一下。帽子戴歪歪，真的是拍到我们堂家，帽子路都给你走歪掉了，不是盖的。你看一下杰伦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看一下五月天。好了，你去睡觉了，你去睡觉。能多欠他多说一点，能对你付出一点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伤你。可惜他一楼大概就是这样，我里面好像没拍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很雾，对不对？可惜忍耐一下。拍谁哦？而且可惜你看一下，他的这个门都已经坏掉了，这个门都就坏掉了。赵辉达。哎，可惜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百变战士？他就是戴一个侦测的眼镜，就侦测怪物有没有出现？可惜我怎么感觉前面看到一个百变战士啊，戴一个眼镜侦测怪物有没有出现？我靠！要妈的，力宏戴的是不是？可惜力宏在逼我发威呢。力宏，我就跟你讲，不要开玩笑，对不对？这边不知道是哥哥的房子，哎，他们离开的时候衣服都没有收走呢，然后结果没锁呀啦。可是这边会卡，对不对？我大概拍一下我就上去好了。对啊，这边会卡。这写着什么？这力宏写的是不是？财经股千年家具。满什么文什么东西，成什么武库？妈，丽红姐写是什么干话？对对，好，可惜我们上去这边可能会雾。还谁哦？老靠五郎吗？打扰一下，打扰一下哦，有人在吗？
不好意思哦。臭林黛玉！哦，靠腰啦，这是窗帘。可惜现在窗帘在做效果呢，吓死人！你看，我想说什么？一个白色的衣服，哇靠！窗帘变胖啊！你是大口袋插副一彩三三锦花来吗？哇，怎么窗帘突然变胖？你错起来，对吧？巨大的遗迹啊！这是不是会有我的照片呢、啊？他怎么知道我是巨大的遗迹？对不对，都不知道有没有照片呢、欸？不好吧？可惜照片不要看了、啊，我害羞了。我去，靠腰啊！走开啦你呀、啊！吓死我！想说镜头一转，后面怎么有一个人形跑过来？那是讲不听呢，那吓踹踹个林北。不然力宏在做效果，在力宏，你别踹起来，这些误认。隔间还会误吗？这边要忍耐一下，因为这边出讯不太好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一间呢，不知道是哥哥的房子还是弟弟的房子，因为目前小杰还没有看到蛛丝马迹。但是哥姐，我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，我一直不想跟你们讲。刚刚在一楼，我就感觉到很明显的，一楼有一张力宏的《盖世英雄到来》，盖世英雄到来。哥姐，你们无聊。靠呀，那底下有灯呢，超威他谁在楼下开灯？哎，他有人在楼下开灯呢，靠呀！不要紧张嘛，哥姐他路灯呐、啊，对对，瞧你们穷紧张。可是我就说，看我的探险，你们要保持我的节奏嘛。你看那路灯照进来，不是吗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别紧张啦。而且我看你们像溜啊，你的溜在喘哦。拍手，打扰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哇靠！这个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得了那么多枪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哇，那都是奖状啊！但是我不能拍，我大概拍一下。哇靠！这笑得这么开心呢、啊，我靠！哥笑得很开心的，你看，你笑得很开心的，不知道你现在笑得出来吗？我看一下。哎呦靠！有名字，不要拍名字啊，讲不太好。哎，哥姐，超威他这个多久以前的笔电啊？不是盖的哎、欸。真的，这个就是他们之前这个飞机十几年了，所以这是之前他们的笔电啊。哇靠！力宏给我看这个，哇！哇，力宏真的是唔当了，啊！我靠，要了哥姐！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漫画，搬走！我靠，他倒什么进去啊？靠呀！哎、欸，可以这样倒东西进去的吗？哎、欸，这唔汤吧？哥姐，他是在煲汤吗？他在煮汤是不是？你们看，想看吗？哎、欸、呀，他在煮汤哎、欸，倒东西进去哎、欸，稍微点看一下。我暗一点，你看这边，咕咕咕噜咕噜咕噜，他倒东西进去呢、欸。可以这样吗？不会吧！哎我，
回家我想喝一个波比辣椒鸡汤，请你为我煲一碗汤。哎，我只先准备个换机油那个漏斗，好不好？回家帮我煲一碗。这回答不是盖的吧？对不对？怎么？哥姐，这不是重点。哥姐，不要闹事，恐怖气氛要回来了。这当时应该是这当时他们的那个照那个 A 片，不是不是照片了、啊，靠腰照片了、啊。哥姐啊，都被你带走了啦，靠腰啊，都被那那个都被你带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拍谁？我打扰你煲汤，不是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哥姐还会卡吗？会打会，不会打不开。我怕这边会卡了。哇塞！而且哥姐，你看他们的地板哦，所有都已经被这个地板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，都是水泥啊，巩固力知道吧？对啊，哥姐，你们偷那个，你们偷到里面那个巩固力了，都变这样子了。然后这是他们以前的电脑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靠！不好意思哦，里面有人在吗？我操！林丹，我干嘛被这吓的？你们躲在这边干嘛？我想说，隔间我这样看，我以为你躲在这边偷看，冷气遥控器啊，里面串起来。对，这有没有电？滴，脑梗啊，哥姐，你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？而且他们当时的衣服都没收走呢，真的。开始有人在吗？哦，买了，买大林，变态猥亵饥渴，台湾本土 A 系列精华，台湾最新女优排行。那是不简单的代志。哎，有这招？我哪都唔知。靠腰啊，哥姐靠腰，我在直播，哥姐帮我在直播啦。哥姐我在直播，哥姐这边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走那个心，那个心走掉的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姐我在探险，这边很恐怖，这边发生哥哥把弟弟做掉，因为。哥哥的老婆跟弟弟直接死悲血的时阵，和哥哥发现，哥哥一气之下把弟弟抬死，这块收在凶宅。你卖高升球那个 style 啦，哥姐别再开玩笑了。哥姐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他这边好像是超会打啦，你都要被杀了，你还这边给我玩叠叠乐？哥姐。我们之前不是去叠叠乐的地方吗？哥姐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帅啊？因为我前几天探险发生那件事情，就是被元气大伤，对不对？哥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厉害啊？就是我探险前几天元气大伤，然后今天还可以重新探险，然后再给你们连消喂。哥姐不是开玩笑，好，哥姐，对不起。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啊。哥姐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，就跟你们说，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是扯铃冠军啊，哥哥。好，哥姐，我扯铃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好，小学时候扯铃冠军呢，小丫头啊。
哥姐，我先说这个扯铃，这个扯铃是这边的。哦，哥姐，我先说这个扯铃是这边的、啊，不是我的啊，因为它摆在这边有个扯铃啊。哥姐，别人的扯铃不要开玩笑。哎，他摆个扯铃放这边呢，超灵呆啊！依我这样看，好像不是这一栋哎。隔天我带你去下一栋，另外一栋可能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因为依照我这样看，好像不是这一栋。好，隔天我带，哎，只有楼上，你去看一下。哦，隔天楼上是顶楼啦，顶楼应该就没什么了吧？因为我记得那个网友跟我说是发生在房间里面。对啊，顶楼不能拍啊，顶楼拍会被发现。对，顶楼不能拍。哥姐，我带你们去另外一栋。哎，哥姐，我没有下坡呢，我还没有下坡呢，你们不要跑掉呢。我是带你们去另外一栋，我下楼去另外一栋而已啊。上回那么紧三班，看每次德姐看到我下楼说啊，小鸡不玩了，还下班，那边塞了，这集没有拍到30分钟哎、欸，应该不是这一栋，我觉得这一栋应该是哥哥的啦，哥哥的房子，他另外一栋，我觉得他另外一栋应该才是真的凶宅，因为那个是弟弟的，因为当时他们兄弟各买一间，就在这一栋。然后这一栋应该是哥哥的，这一栋应该是弟弟的。哦，超伟大，有点紧张哎，是不是在隔壁啊？哥姐，我开小灯啊，因为那边有住人呢、啊。我开灯会透过去。他一样，这边有做游泳池啊。我操！可惜他们这家人好像很真的很喜欢游泳哎，对不对？妈的，都已经这么冷的天气，吃水也不犯干，这样有心说哦，看，可惜这边是正门哎，所以我觉得你看他，你看可惜你看他正门都已经被锁起来了。所以我判定他应该是从后门进去。哥姐，我们去开到后门了。拜谁哟，我要去开你后门了。他这边可以进去，他那边有个门。超伟大，这个怎么爆掉？嗨，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深山当中迷点路，我想要救宿一晚，来第五郎吗？可惜超伟大，你投胎狼哦。可是打不开了。我一直听到有个男生的声音呢，超伟大，然后狗又在叫。哥姐，我没有开玩笑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你看，哦，哥姐被你，我都把你们带坏了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你们都觉得不是不正经的时候，真的，有听到狗叫声哪有？我没有开玩笑啦，有听到狗叫声哪有？好烦，我的拔辣干要吃完了，要咬什么啦？石石姐，你要咬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再这么正大光明的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还拍谁啦？我怎么知道要咬什么？去问你昂山啊！你错几年？真的，我一直听到狗叫声的，操你！这边没有路了，所以你唯一的路口就是，操你！唯一的路口就这边啦、啊，我怎么爬进去？这是考验我新竹城哦！哎，他这边有个梯子给我，这对我这么好哦，这可以拿吗？借我一下，阿布啊，我发达了！
欸，这个留一个梯子给我呢，对不？啊，你拍谁哦？那落，啊你落哪了？啊你真正落哪的了？啊，哥进不进去？哎呦，靠腰，这感觉有人在聚餐呢。桌上都瓶子。拍谁？来电五郎吧。里面有人在吗？哦，靠腰嘞！靠腰！看你没听到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有人吗？靠背哦，隔壁有没有听到吗？我听到有人在叫呢，而且他房子外面全部都被树挡住了，所以他这个常年不见阳光哦。师兄，那个老师有跟我说过，他只要房子被这个树盖起来，就是阴气会很重。你这个家里的风水就非常的重要，而且这个树的阴毛都已经这么长了，超味道。哥姐，你们闻一下阴毛的味道，对对。这已经被树严重盖住了，完全没有阳光了，而且那个树都已经长进去去了。这一间应该就是那一间了，超伟大。可惜我们今天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如果你不欢迎我的话，你这个门关起来好不好？如果不欢迎我的话，这个门关起来，我就不进去。超回答，我蛮希望他关的呢。可是我进去找领带，哇，这有点难进去呢。可以等我一下，这有点难爬。哦，干，这很危险呢，脚压迫。我先放下那个架子上。包皮太强，不是我说啊，哦，我的肛门，哦，哎呀，我干，哦，干好痛哦，靠背，干好痛，干好痛，干，哇，操你妈，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开肛门哦，被这个刷卡了。这个凸起来，这个他刚才一直刷卡。哥姐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怎么没有领钱？哥姐刷卡领钱是啊。拍谁啊？打扰一下。少林呆，你们串姐威力红嘞，靠腰啊！盖世英雄到来。而且，该你的事情我忘记，我们前进。这有点难爬，你看，超难爬的。哦，哥姐，这边是他们的灶咖啦。这边是他们的灶咖啦。这边是他们灶咖啦。请杀吧！我吃晚饭不洗，好呀，难怪这么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二间呐、啊，超
哇，那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日本酒。地龙不要出来哦！不，我真正把你头壳小巴弄去，不然我生气哦，地龙。赶紧不要拿东西啊！对，不要拿他们家东西，等下说不尊重，隔姐等下会被说不尊重。而且他隔姐这飞机十几年了，他们家在十几年前有这个烤箱，其实算是蛮欧亚人的处理在不？十几年前有这烤箱，其实算蛮是欧亚人的所在啊。而且我跟你们讲这边的故事哦，他这边两栋是两栋豪宅，哥哥一间，弟弟一间。他们当初买就自产的时候就买一间，那两个都娶老婆了。那哥哥的老婆跟弟弟呢，在那边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好，阿爷抓到，阿爷脏到，因爸阿姨兄弟伊在黑咧的时阵。伊阿遐脏着，伊阿了讲一句话，你即马互恁个祖姑娘啦。然后他的哥哥语重心长的跟他弟弟讲一句话：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然后一气之下，那个弟哥哥就拿弟弟的头去撞墙。他们就先打架，打一番之后便打，不就是撞墙。然后这一栋就变成凶宅，警方那时候来过，在十几年前的时候，这是网友提供的，可能是在楼上的房间里面，因为这边是照卡。可见，前进。哎，这不是我最爱的冰箱吗？哦，没味道。哇靠！一个蜘蛛哥哥在里面给我，对对，住在冰箱里面的。拍谁？我打扰一下。他只有二楼呢。这应该是他们的客厅呢、啊。我回答嘞，看不清楚，等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刚一进来就听到那个声音，可是我没有讲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哦，看有人吗？可是我没有开玩笑，真的，我听到有声音呢。他那个声音很低，那个男生的声音。靠，不用起鸡皮疙瘩干。我想大便嘞，超伟大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我一进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再仔细听呢，我再仔细听，我讲说是不是听错？靠腰，结果就真的是。海水有人了，海水哦，干老姐，有人啊！我看有人吧。而且你觉得我这样很强吗？一个人长进，然后带着我，然后说：“哎呦，靠腰啊，刀子不要乱甩。”一个人长进，然后带着我走前面的，哥姐，我走前面。
没有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妈，我听到楼上有人呢。少林台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拍影片而已哦，请问楼上有人在吗？说不定是邻居讲话，也有可能啊，但是那楼上有邻居，妈，楼上住上面，邻居住楼上，这该不会是分租吧？楼上邻居该不会有在缴房租吗？这个一楼又不整理一下，邻居是习惯走废墟风噻，他而且他家装潢废墟风噻，不是吧？那楼上传来的呢？那不是盖的呢？他们的客厅呢、啊？哎呦，靠！我看到一张遗照哎。哥姐，我先讲哦，这个遗照我会拍到。哦，这遗照我会拍到，你们不敢看的先不要看。哦，拍谁哦？哇靠！这遗照怎么漫画风哎，哥姐，真的，这个好像水源。哇，真的哇，这个都要骑卡达车啊！你的意思啊？对不对？他以前的，而且我们以前的老人家都是用这种漫画风当遗照噻。对的。哇，哦，文慧姐姐啦，靠腰啦！我想说，文慧姐姐怎么穿这么露？对不对？哦，这是。哦，这是很多他的歌单呐、啊，对对，哦，这是以前的音乐啊，什么东西？王力宏，又是你，阴魂不散呢！我真的是，你警戒我啦，我警戒公我天你啦，我讲不听是不是啦？为什么一直出现在我面前？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没探险，我在滑 FB 的时候都是你，今天我探险的时候。还是你做的事，你不知道的事。赵薇大哥，姐的阴魂不散。该不会力宏，因为网络上的舆论，他跑去躲上面？怎么每次都力宏啊？靠腰啊！而且我们在另外一间也是力宏，在这栋也是力宏。拍谁？你们两兄弟是力宏的粉丝是啊？力宏出大事，你知不？大台阶呢？拍谁哦？你们可能不知道力宏出什么大事情，我大概用三个字形容一下。好、哦，力宏出的事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约炮红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，这边都是力宏，而且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很喜欢听力宏的音乐呢，用这大的个喇叭，你知不？用这只大条的喇叭诶，靠腰。对，为了听力宏的专辑，就用这大条的喇叭。对，我咧讲生笑呢。又是力宏，妈力宏跑去整形变阿多啊！靠腰，你以为力宏你整形我认不出你来是？对。没有，还不是李红，那我乱讲的。哥姐，我先要上去了。哦，这个门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门啊，在外面看的门。拍摄有人在吗？我看有人吧。Hello。哥姐，我问你们哦，刚刚你们有听到男生的低音的那个声音的？哥姐大佑，快点啊！哥姐，到底有没有？超回答，我现在很紧张啊！你们刚刚听到男生的低音的声音？大佑，楼上，哎，哇！超回答，
靠北啊，操林呆呢。拍谁哦，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有人在吗？哦，拍谁哦，赶紧叫了几条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是力宏的粉丝，我找错人了。哦，拍谁啦？靠腰又来呢，等一下又来呢，操林呆。哎，有人在吗？干，我听到男生的声音呢。说你来啊，既然讲一句无重要的啦，真正有影老高有声啦，男生的声。少林呆，可是我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。哎，谁哦？老高有人吗？你想被电的话，你就落来啊！哥觉得他想被电是啊，怕桌球，怕桌球，怕椅球，怕椅球。真的，我真的有听到声音。靠腰，应该就是动了。罢免的啦，南宫机构，南宫站的，应该就是这动啊啦。你有听到人在叫吗？看，我听到人在，有听到他有，我听到在讲话，那不是邻居的声音，那是楼上的声音，那是楼上的声音。感觉有点紧张哎，靠腰，楼上在讲话呢。靠北，好干。我想到前几天我前几天不是流鼻血吗？靠，我就有点紧张，其实会怕嘞，真的。可是你不要看哦，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集探险。我说真的，该怕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怕。我靠呀，我在犹豫哎。可是不管了，前进。哎，蚂蚁都从上面被赶下来了。你看他们在下楼哎，蚂蚁都从上面被赶下来了。你看蚂蚁窝，那蚂蚁是从上面被赶下来了呢。那楼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隔间应该是自动了，我觉得应该就自动了。他应该是，他应该过世在上面，他应该过世在上面。隔间那蚂蚁从那个蚂蚁是我胡乱的啦，那个就蚂蚁洞而已，他就从上面走下来没了。我想说营造一下气氛啊，从上面被砍下来。哇，那就只是蚂蚁洞而已。而且我自己猜自己猜了，好不好？不用等你们猜，好不好？每次都被你们猜的，我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与其被你们猜的，我先自己猜了，我自猜。这只是蚂蚁而已啊！超灵呆，拍谁哦？有人吗？超灵呆，有邪事！我拍谁？这个门不是我弄坏的哦，不要诬赖我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来就这样子的哦。少林在想要骗我是啊？拍谁？有人在吗？
少辉他又在叫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来这边拍影片而已，打扰而已。如果有见怪的地方，请你原谅哦。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不是力宏的粉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看他一直在叫嘞。五郎吗？哎呦靠！靠腰了。他这个天花板都已经塌掉了。对呀。召回他的面，我靠呀！哦，哥姐有照片哦，你们不敢看的先不要看，我会带到照片。召回他那衣服谁先挂的？哥，我真被吓死了，里面有没有人在啊？哎，里面有人在吗？不见了呢，怎么跑这边来？五郎吗？靠腰！哎，拍摄有人在吗？怎么一直有声音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直接问你们了，我是说，不好意思，五郎吗？哦，哥就不要紧张啦，他一只左脚，一只右脚嘛，对对，豆咖，有咖。熊逛咖，这一只左脚是右脚了，他声音很多嘞。超灵带，好，哥，我们先带这里啊，这边都忘记带了。哇靠，它里面有两台洗衣机耶。拍谁哦？一起撒吧。对，这应该是一台洗衣机，一台脱水机啊。所以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以前的人呢，这应该是废弃了十几二十年有了，因为那时候的洗衣机跟脱水机还没有合而为一的功能。而且为什么他们要在这厕所做一个电话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有人在用厕所，他就敲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还要大费周章打一通电话进去说，请问一下，里面有在上厕所吗？我警傻吧，这有钱人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噻，对不对？他打电话去问厕所里面有没有人呢、啊？我操，高科技啊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哇！我打开那个一阵寒风吹来啊，靠北啊，超伟大！打开一阵寒风吹来，这是他们主卧室啦。主卧室啊，我操，林呆嘞！可是我踢到了，拍谁哦？有人在吗？五郎吧。而且当时他不知道命案现场是不是在这，我不知道。而且，哥姐，你看他这个
桌子已经烂成这样了呢。这个到底要废弃多久的时间才可以烂成这样？啊，这都没有我要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废弃要多久的时间才烂成这样？有了移动痕迹呢，这里原本有埋东西的，因为这边没有灰尘，变少，灰尘变淡变薄了，所以有人来移动过这边东西，还给我泡茶，那几散吧都废弃成这样了，你还泡茶？这什么东西？黑色阴毛，黑色阴毛，为什么有黑色阴毛这个东西啊？对对。阴风阵阵啊，草林带。怎么可能这边会有动静呢？而且，而且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废弃的人他们这个衣服啊都没有收走啊？而且我看这样子，不知道是男生女生的衣服哎。照理说，这种废弃的衣服都要收走。哇！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靠腰卡卡的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吗？我听到脚步声。可是我问你们啊，我比较紧张，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案发现场，所以我比较紧张一点。你们应该有发现我比较警戒心比较重。刚才狗一直在叫，刚才有听到脚步声的，可是他又，拍谁有狼吗？靠腰，哪有人这样摆的？可是这不要拍到。这边就这样子啊！等一下，我开小灯给你们看一下。所以他这边以前的住家，就是他这边算是蛮好养人的所在，你知无？内底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靠杯啊！干，狗在叫了，狗在叫了。怎么那么巧？哎，拍谁啦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哥姐弟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男生的声音叫完，那么狗在叫呢。外面的狗，里面不可能有狗啊。哥姐，里面有狗的话，你们在说我是一条狗是不是？哥姐，你们才是狗啊！你全家都是狗啊！里面，你我是狗，我是狗啊啊啊啊啊啊！哥姐，不要闹，我不是狗啦，真的，外面的狗在叫啦。里面传来的啊！那里面传来的啊！到底有没有住人啊？
看，我觉得是有住人呢，不然他衣服会这样挂、啊。我先去看隔壁。拍谁哦？好，隔壁看完了。哎，拍谁？我开门哦。内底有人吗？你的衫安尼放，安尼放安尼，我真正惊到嘞。这是你的相片吗？不是公孙球吧？里面有人在吗？力宏在爱爱的声音，靠腰了。超伟大哥姐，你们不要再力宏了啦！我真的很紧张，你们说力宏在爱了，我真的会被你们打败嘞，哥姐。哦，我真的，哥姐，我真的，靠腰，哦，禁止了，吓死我了！哥姐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要开门的啦！稳定器在叫，对，我的稳定器在叫，我觉得稳定器在叫，我就听到滴滴滴的声音。啊，我急吗？我快接。靠腰，你跟我同款的，那底下空空的。我的公孙球，安尼这边呢？我靠腰，要停赛吧？马波基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哦。锁住，靠腰锁住了，靠背啊锁住了，他锁住了，哎，里面有人在吗？是你在烤呢啊，你是在烤、哦，拍谁啊？里面有人不？里面应该有人啊，他锁门呢，超伟大，哎，拍谁啊？有人不？我请你滚啊！恐龙，我跟你讲，真真一只头壳吧吧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有影。内底有人吗？别搞我吓惊啦！我真正把你惊死嘞！无你讲生笑。从外面阳台。靠背啊！哦，隔间你们暖壶不开，你暖壶都开的嘞。哇，哥姐，你们还真聪明啊！哎，有人在吗？有人不？哎，拍摄，我拍影片而已哦。你有在吗？画火力冷霸扣好不好？妈的，公孙球！看是不是钱？拍谁哦？干没人呢、啊？没人呢、啊？没有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没人，那个声音哪里来的？超回答。是你的口吗？你的嘴巴诶，你的鼻啊咧，你的目睭咧，你无目睭无嘴巴无鼻啊，你把自己咧哭，你把精神吧，你怎么哭的？哥姐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你们会想吃乌鱼子吗？因为等一下我要卖乌鱼子，有点拍死，没有啦，哥姐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你们刚刚有听到这一声，有男生在哭那个声音，靠腰。我可以听到男生嗯的一声，狗就开始叫了。
干，真的太巧合了呢。操林呆呀，靠腰，哦靠背，操回答，哦靠呀，我真正好你惊到，你捏嘴鸡，我忘记这边有这个，靠呀，它会动，它会转，因为有风，不紧塞吧，好了，走错间了。靠腰，我忘记那边有挂衣服了。我想说谁在那边，我差点一拳给他嘞！真的，刚才声音又不见了呢。超回答，不行，看这段没有仔细带看，可以锁住靠背啊，我忘记解锁。因为葛姐，网友跟我说是哥哥抓着弟弟的头去撞墙壁的，我墙壁没有拍仔细，是哪个墙壁？撞墙壁的，哥哥抓弟弟的头去撞墙壁的，该不会是这个玻璃吧？那整扇窗户都被你撞没了。妈，你弟弟的头是阿达妈恐怖力嘴你啊！这么大颗，对不对？墙壁没有痕迹呢。在后面走到另外一间。哎，靠！原来真的可以走到另外一间。可惜没有回来主卧室这边。墙壁没痕迹啊。靠腰啊，这个是不是血的痕迹？靠腰啊，这里啊，哎，真的嘞，然后下面的黑色都血，因为血有没有遇到空气一段时间，它就变黑色了，它不会变红色。他直接变黑色，超伟大是这里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。对，是这里吗？这一点都不像，那是冷气漏水。超伟大。哦，哥姐，操！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气氛？就算不是，我们也要说好像是，那不像，那是冷气漏水。我就跟你讲，不要再拆我台了，哥姐，我拜托一下，我们那个气氛我好能营造，好不好？就算哥姐，我们就算不像，我们要骗自己说啊，好像是哦，好像就我们知道不像嘛。哥姐，气氛呐、啊，那是冷气漏水，我真的给你们气死哎、欸，真的惊掉我眼啦！别再猜猜啦，这么塞的，哥姐，那是屁癌，我也觉得不像，我那是做效果了，你不懂，哥姐，你们看我直播那么久，不懂吗？脸脸凶，少林呆，哥姐，这一栋就拍我，哎，楼上没拍，楼上没拍，楼上就拍我了，楼上在哪里啊？哦，楼上是那个啦，顶楼的。哇靠！那树叶都长进来了，我去！哎，它树叶都飘进来了呢。哇，这真的是，哇靠！它那个树真的是把这间的房子盖得密密麻麻哎、欸，真的完全没有透阳光的感觉。真的，你走到一半你就直接撞到树，砰，这样直接撞。真的呢。哇，这边是它天台啦。没有，
哥姐，我在问你们，这是不是血迹？慢再给我说那个没塞了。好，哥姐，感谢线上的哥姐今天的支持。那小鸡这一栋就拍完了。哦，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哥姐的分享跟支持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今天都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男生的哭声是大哥你哭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可以给我三个灯吗？五个灯哎、欸！五个灯哎、欸，这个很夸张哎。他五个灯是能量很强哎、欸，他这边没有电了呢、欸。还谁哦？哥姐，为什么工商会变到14000人呢、啊？工商都没掉人数哦，现在我看也是14000人呢、欸。哇、欸，操林在里面串起的，那衣服到底谁这样挂的啊？太夸张了。对对，哥姐我们，哦，还要爬出去，靠，要串一蛋。哥姐还要爬出去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有打扰的地方，跟你说声抱歉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。打扰了，刷了一单了。那狗一直叫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。那狗一直叫、欸，看我要怎么出去啊？怎么出去啊？啊，而且有老样子啦，老样子。又要卡鸡鸡啦！哥姐，现在几个人呐、啊？不可能到14000人呐、啊，是卡住了是不是？对对，都在里面了，自己开门。那个没办法开门，那个铁门呐、啊，那个铁门没办法开了。那个铁门没办法开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没办法开门啊。对啊。没电了啊！哥姐，你们耍我噻！没电了叫我开门，没笑。但是铁门没办法开，因为我刚才从外面看是铁门，我还是用爬的好了。哥姐，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哥姐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。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、哦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